立法委员鲁藏平夫妇发誓相信，总统特颁寿旨一副，悬挂在中山堂光复厅的寿堂里面。今天上午9点开始，立法委员、政府官员和亲友们就先后到寿堂向卢委员夫妇签名祝寿。寿堂四周挂满了许多亲友们赠送的寿联、寿手，使中山堂光复厅充满了一片喜气。卢委员别号若恒，湖南岷江人，党国元老，道德文章书法都为人所称道。